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段荣，欢迎收看阿尔法围棋自战五十局。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讲解第47局。好，下面请看棋谱。黑的是错小目加大飞手脚，白棋二连星高挂，黑的挂这个角，这样的局面出现过已经不止一盘了啊！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白棋高挂这个的时候，黑棋总是去挂那个角，莫非挂，如果挂到一下，黑棋难道是在这边有什么？这卦有什么引针的关系吗？这个他或者就是很随机的这么占个大场，这个不太明白他的意图。前面一局呢白棋是外靠，这盘白棋选择了拖三三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下法。按照老定式，如果按照老定式黑棋搬虎的话，那么白的把黑棋压迫在两个子都在二路，这个在角上实地上来说白棋肯定是有所得。黑的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双飞燕靠压，这都是很正常的下法。我们前面也说过了，现在这个阿尔法选择的是拖，我们就是现代棋的话，黑棋选择这个拖的也是比较多。拖完接住，白棋接上，这都是正常的定型。这个地方有个冲断的毛病，但是呢黑棋现在也有断点，不能轻易紧这口气，这口气一紧就被白棋断了，所以冲断现在不成立，但是呢可以有一些借用。阿尔法又使出了他的独特的一小跳，独特的小跳。那么白棋还是尖冲，这个局部黑棋小跳的话，上一盘白棋也是尖冲，上一盘这个相同的局部变化呢，黑棋是贴完之后飞出来，那么白棋靠这个，那么这盘棋黑棋有所变化，那直接飞出，直接飞出，那么这边黑子多了，这多了之后，这个冲断就成为比较现实的问题。白棋呢顺势一靠，要求先手补断点，黑棋这边有冲断，你如果挡住的话，白棋靠一下就当先手便宜了，这已经冲不断，也许再尖出来之类的，或者呢就下阿尔法特别喜欢的这个二路一带把自己活干净。实战黑棋没有挡，而是靠在这里，靠在这儿，那么下一步白棋靠，这个好像就要开战了的感觉啊，要开始作战的感觉。黑棋上边如果都让他围住，肯定是蛮大的。白棋靠一个，如果你退，那么我已经便宜了。将来这一带靠或者是跳一跳出来，把黑棋压回去一头。搬的话呢，白棋搬下去。这样呢白棋可以把上边黑棋的
这黑棋的不能说是控吧，把上边黑棋这潜力破掉，同时对这块也多多少少有一点威胁。黑棋实战，搬这个也是很紧凑的下法。那么白棋，我们看到白棋又一靠。黑的如果搬过，那么白的挖，好多断点啊，看黑棋怎么补。如果是这样补，那么大致上打两下，这先手搬，这被打一下很难受。如果你立的话呢，白的在。比如说这样搬，这个搬有先手的味道。这里如果被白棋搬了压过来的话，黑棋上面实际上是没什么空的，围不了多少空。搬过被挖粘比较难受。断点太多啊，这空围的有点小。那么如果黑棋抠吃的话，白棋长下去挡不住，挡的被一断，这角没了，白的就把黑棋角给破了。实战黑棋冷静一长，白的长出来。如果现在虎下去被黑棋打，白棋恐怕没有足够的劫材来开这个劫啊。如果被打的粘上，走成鱼形了，不太舒服。所以呢，长，黑的搬，这白棋当然要断。如果就被黑棋这么全都围住呢，效率太高，这个头挺出来了。跟刚才直接搬过是完全不一样，所以白棋一定要抓住黑棋这个弱点，断。这边要争吃，黑棋当然不肯，所以打吃。白的不能立，立的话呢，黑棋不管是粘或者挡，这白的都很麻烦，挡一个好一些。白的如果断吃，再拐吃。黑棋就不要这个子，长的话被白的一压要争死，黑棋不要这个子就可以了，简单打完长，白棋被包进去，外边损失惨重。黑棋外边这个非常广阔，等会儿就简单扳死，黑的应该都可以满意了。所以呢，白棋断。黑棋打吃，白的不能立下，那么挖打，断一下就是为了这个挖打，为了挖打下去。如果你先挖，黑棋打，虽然断完可以争掉一个子，但是呢，白的可能判断这个是还可以先打一下，可能就是不太情愿挖这一下，这是比较细微的地方，挖一下等于这边亏损了一点。那么白的觉得这样虽然争掉一个子，但是角上亏了，黑棋太厚，所以他判断单断更好。黑棋打吃，白棋再挖打下去，提。打，把黑棋的空打穿了。再打，接上，贴是棋形的要点，否则被黑棋拐打一下，白棋这个眼位和出路都受到影响。贴，黑的跳，这是必然。拐，拐也是要点啊，把自己加强了，同时瞄着黑棋这边的毛病。黑的呢长，
如果黑棋走在这儿呢，可能担心白棋先走出来，将来这搬出的味道。黑棋长，走出这步棋还是很有必要的，如果被黑棋在这一带进攻过来的话，白的就很苦。所以飞出黑棋小尖，这是阿尔法围棋特别看重的地方，确实非常大。白的如果现在走呢，可以把这个冲吃了，冲吃了白棋就活进了。这一小尖呢，白棋还没活，可以说还是一块孤棋。这个是关系到，不只关系到目数，而且关系到眼位根据地。白的穿一下，试试硬手。打吃，搬，不肯在下边硬，所以搬出来。白棋呢，冲，这黑棋必须挡住，再打吃。黑的冲一。从这个，从局部来说呢，黑棋粘上也是可以粘的，但是这个粘上可能味道怪怪的，感觉味道不太好啊。这最低限度从这个官子角度来说，白棋打吃这个的时候，黑棋是不能粘，粘被贴就贴死了。那么你得缩回去啊，并且呢，白棋打吃是先手，你也不能不走，不走被一贴再一扑，那打劫杀黑棋。那么多了这个打吃，白棋爬到脚上，脚上多一个眼，白棋脚上多一个眼，这块就变强了一些。另外一方面呢，白的从这儿冲出来的时候，黑棋多多少少有一些有点怪味儿啊。这样冲出来的时候，黑的还挺麻烦的，可以说还挺麻烦的。这地方白棋可以打掉，打了再从这儿冲出来，要出问题。所以粘住这个棋形，棋太紧。冲这个白的提呢，黑棋就打回去算了，上边打一下，先手便宜了，多了这两个子，白棋这块又加强了一些。然后靠下，这个靠下还是很大，如果被黑棋飞，那么这块依然还是不能说很弱，但是呢，黑黑的将来贴什么的，白棋还是比较难受。这块棋就，白棋在这一带就不能指望围什么空，而靠下来就不一样。靠下来之后，这一块白棋潜力蛮大的。那么靠当然很大，但是左边呢留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黑棋尖了之后，白棋没活，然后现在又脱线了。黑的先搬，虎一下，冲，这个黑的只能度过，去长。好，这块彻底走后了，而且在这一带中府有一定潜力。那么黑的当然要动手进攻，甚至可以说是攻杀白棋脚上。脚上白棋是做不出两个眼，我们看白棋这时候怎么办。被贴进去以后，脚上没有两个眼， 比方说你如果挡的话，黑的就简单弯一个，局部是做不活的。脚上是一个后手眼，这地方挤完，上边顶多做出一个后手眼嘛。
很难活。那么白的呢是斑，斑也是扩大眼位的要点，并且瞄着这个段，那比挡在那儿呢好多，它有后续手段，黑棋挡住，白棋一立，斑立，这里要断黑棋啊，黑的如果补呢，白棋就轻松做活。黑棋，那黑棋这个就尖了贴了之后被白棋轻松做活的话，黑棋显然是不满意的，所以黑棋点进去，这接上必然。黑的如果补这个，白的这一路一扳还是活棋，点一个也没有意义。立下，好，把白棋脚上的眼位彻底破掉。这地方虽然有一段，但是现在如果白棋断的话呢，黑棋打吃再打，白的一路小尖是局部受尽，把黑棋四子吃掉。但吃掉四子呢，只不过是一个丁四，黑棋先一扳，白棋就死，这一扳就把白棋给扳死。这个白棋纵然是你挤先手，挤到这儿的时候黑棋打吃再打吃，没化五，白的还是活不了，打成一个没化五，断这个也没有用，断这个黑棋就苏打，再打，然后把外边一补，白的被杀个没化五，这不行。所以现在白的还不能断，局部还是没活，这块棋很危险。我们来看白棋它怎么办。白棋没在这边动手，而是拐一下，问问黑棋走哪，是应手。局部正常的想法呢，当然是爬过，这一块局部来讲没有棋，全都爬过，白棋大不了提回去，黑棋打吃，是这样。那么实战呢，黑棋没爬过，而是吃在这里，吃在这里，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白棋是可以拐下去的。拐下去，黑棋粘的话，白棋一路打，黑棋做劫，打劫杀了。贴的话呢也是一样，也是打劫杀。所以黑棋硬在这儿呢，这边亏损不少，给白棋留个打拐下去打劫杀的手段。但黑棋为什么要硬在这儿不爬呢？这个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爬的话，白棋就从这儿靠出来。黑的如果挖断白棋，那么白的这一打把黑棋五个子给吃死，这黑棋伤亡也是够惨重的，这五个子被吃了。那么如果这个子在这儿，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出区别了。黑棋当初硬在这儿的话，你这什么棋都没有，打吃我踢掉，所以黑棋硬在这儿，白棋靠黑棋就可以挖死白棋。那么爬在这儿，白棋靠出，你如果不靠这个地方，这步挖断的话呢，这就可以说杀不掉白棋了。你不挖断怎么办呢？虎显然不行，被虎包不住了，断点太多。长的话呢，白棋接上，这也是一个封不住的感觉，封不住的感觉，这个各种断点，各种问题。简单看一下，比如说你飞，它就一穿，冲了断不进去，断被吃掉。好，所以黑棋为了要杀这块儿，
这边就忍一忍，忍一忍亏一点，给你留个拐下去的手段，但是呢黑棋断在这儿，要求杀掉白棋脚上拐将，局部呢白棋打吃，黑棋留个坐劫，黑棋也没死干净。白棋继续来在这里做文章，搬白的搬一个，那么这个局部应该说黑棋断这个，是断这个的话是能把白棋吃掉的啊。白棋打吃先手挤先手这都没什么用，都没有用，现在断这个也没有用，黑棋就打。白棋唯一吃黑棋的下法是小尖，那么黑的就冲吃打，然后再补，就把白棋给吃了。而实战黑棋没有断，没有断呢，我们照这个下法来分析，他是觉得这边被白棋冲下去已经被白棋便宜了一些，如果断在这儿吃呢，他应该是觉得就吃的有点小，吃的有点小，有点不甘心，这边被白棋先卷走了一把，所以他是搬在这里，要求要多吃一点。这步棋够黑的啊，但是呢搬在这儿就滋生了一些手段。这个地方白棋先虎一下，黑棋打吃，然后白的断，立挡，接住呢，这局部接住是活不了，接住黑棋就接外边，你任何时候一尖它往里一冲，这个或者是藏在这儿，总之被白棋是活不了，出不去。这个白的呢是挡在这里，挡在这儿要跟明显要跟黑棋开劫啊，要开劫。黑棋团在这儿，这步棋挺有意思。一般的感觉呢，好像这个白棋小尖就可以吃黑棋，那么黑的先吃回来再说。但是这子放在这儿，你会发现这个当白棋开劫的时候，这下边也会多一些劫材，这现实的团灭了白棋挤这个的劫材，灭了白棋挤这个的劫材。团在这，而且呢黑的吃在这儿打吃，黑的如果常被开到这儿的话呢，这被提掉的时候这个子是废子，所以团也有团的理由。白的先跳，冲，开劫，打吃，黑的不肯给。虽然黑棋提掉很厚，但是呢白棋这先便宜了一下，又把脚上做活，应该说黑棋如果让这个劫的话，白棋还是成功的。长打，因为黑的除了长的话，除了这个长找不到劫材啊，
所以白棋是先跳再冲，这两下实际上白棋如果要活棋的话，这两下是劫材，但是白棋追求把它提起来的效果。因为白棋劫材有富裕，白的劫材觉得绰绰有余，要追求一个好的效果，然后强行挤在这里，眼睁睁的看着白棋送死，但是你不敢去吃它，你吃被这一提，没有劫材就只能粘这个，那么被白棋提出来，这损失就大了。白棋强行挤入，挤入是为了下一步可以做活，尖在这儿被黑棋消劫，下一步做不活。那黑棋消劫，白的吃，好，白的吃到这儿呢就活了。黑棋破眼，白棋单提，这个黑棋搬，白棋做，白的活了。应该说白棋这里便宜了一下之后，这块又活了，白棋还是把难关度过。不过呢，黑棋外围也非常的厚，也有一定收获。之后再吃回，补回来。拐拐一个也相当大，这块空我们可以看到。总的来说，这个战斗下来的感觉，现在形势谁好谁坏还是不好判断。但总的来说，这感觉白棋还是度过了一个难关。本来脚上看着挺危机的，白的给他活了。翻，冲是先手便宜，然后呢，小拆一，这棋形它是拆一，你如果搬脚呢，我再拆二，你如果从这边来呢，我长到脚上去，下一步两个好点必得其一。白棋小飞，小飞也是一个大场。黑棋这边这么厚，随便挂个角，这就都是空。小飞，黑的一路搬，一路搬。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可以说逆收，或者说白棋硬的话，就是一个双线关子。蛮大的，否则白棋打吃，黑棋得挡到脚上去，得挡到脚上去做活。很实在，他就搬。你如果硬，虽然白棋这边增厚了一点，但是呢，黑棋毕竟目数上先得了一些。不走的话，被白棋先手打吃了。白的打了一下，接上。黑棋是搬一下，然后再长。搬了一下之后不走了，长一个。这个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啊？白的提这个是先手，那等于黑棋送了一下，有亏损的可能性。很现实的问题就是，将来比方说黑棋大飞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个白子的话，黑棋打吃，白棋是可以逃的。而如果没有这个子的话，黑的打吃再打吃就加死啊。这搬一下再长进来，这有给人一种这个搬而不粘。再藏进来，那么这一下搬的理由是什么？
给人一种逻辑很混乱的感觉。而白棋也没有去提，白的也没提，而是跳一个，跳一个当然本身很大，跳一个要扩张这一带，黑的这时候再斩，次序很奇怪，很混乱的感觉。白棋逼过来，逼过来，这一边又变得宽广。现在呢，从实地上来说，黑的要领先。白棋呢，中府一带边上这一带有一定潜力，那么就看黑棋怎么去化解它的潜力。黑的还有一个优势呢，就是这边非常厚，这个厚对于这一带有很大的影响。那么黑的二五清分啊，又在下边又开始新一轮的战斗。好，这期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左上角的战斗当中，双方的这个计算还是蛮计算精准，招法也是这个次序井然，相当的精彩。好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战斗呢？我们继续看实战的进程。黑棋二五清分，白的这时候当然不可能走外边，黑的那么厚，白棋走在外边没有价值，所以一定是把脚上守住，把脚守住。黑的长挖的话会被白棋断打，所以长完了之后拆散，黑棋在下边活出一块，白的呢掉。掉在这儿，这个棋形，也是一种长形。打入呢，不是看上去那么厉害啊。黑棋就简单横着一顶，你敢往下就我就往上，你往上我就下边搬过，这个也没什么。反倒掉在这儿比较有味道。黑棋是底下拖过，然后呢，白棋下边下一步一挖，挖这个。如果你打我再，那么白棋粘住他挖到一下比单长就强多了，挖到一下问黑棋应手，黑的这断点 大致黑棋应该是这么胡补，胡补的话呢，白的一来是打吃完挡或者打吃完粘都是有先手的味道，或者呢白棋还可以这样收，局部来说，白棋可以这么下，这地方被粘就有打劫的问题，所以黑的如果想吃干净白棋得补，白棋就一路全都给，要想走后的话，这一下全都是走后一排后势。局部定型，白棋如果能走成这样的话还是蛮舒服的。黑棋实战不肯断打，对，因为局部没棋，黑棋快一气，所以黑棋当然也有吃进来再说的心情。这一点呢，黑棋这个棋形黑棋是几先手可以扛住，如果你只能粘被爬过那坏了，整个角都要死，挡被冲上来这一段挡，但黑棋几先手没有问题。挡下去，利用这个几先手黑棋可以挡下去，拐打接上，断打，长，贴。白棋这个是可以说是一种弃子啊，这局部呢白棋慢一气，黑棋现在必须收气，如果再往上走被白的一扳，这黑的就被吃了。
打的时候白棋一路打。那么如果这边想要长气也是不行，被打一跑，黑棋这边慢一气了，所以呢一路搬。一路加，受哪个气都差不多。白棋这个点也不是白送的，他顶一下是为了把这个口给收住，搬先手顶先手这个口就收住了。黑的下的呢很强，顶在这儿给白棋留着断点，尝试起行，打虽然能打两下，但是呢将来这断点不好交代，还欠一手棋，而长棋形完整。黑的拐吃，白棋先手把黑棋收住，黑的呢吃到差不多八目棋，白棋通过弃子呢，他要围这块，挡黑的，这黑棋需要做活啊，立在脚上的目数上来说是有好处，但是外边就没什么棋了，外边白棋断线手的话，黑棋气全紧的，是哪儿都冲不动，粘在这儿呢依然还是瞄着这冲断打吃搬出去种种这个怪味道，那么脚上就难免损失一点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下棋就是这样，你要了这个就要不到那个，如果什么都是你的话，那只能说明对手太弱。好，黑棋不活，白的围，这一围，如果我们看到如果全都围住还是相当可观这块空，那么黑的怎么来破，或者说怎么来清消白棋这块空呢？我们先来看，他先断打，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啊，早就留着这个，再搬进来，再看看你敢不敢断。如果断的话，这个黑棋这个冲是先手，这断的话呢，黑棋。具体手段啊，暂时还没想出来，但是感觉上白棋又薄了一点，将来什么顶之类的这种味道。白的实战拐住，拐呢要稳一些，外边没那么薄，没得长跳爬。爬一下，爬是问白棋硬手，问你硬哪儿，如果你接上或者是粘这个，那么从目数上来说要亏一些，接上或者粘从目数上来说亏了，比如说粘的话呢，黑棋长这个还有一直甚至直接点进来，有这样的手段，白棋只有接，这一冲一打，这两打先手啊，这边好像已经出事了。打吃之后，两打先手一路打过去，再一粘，这就全破了。而如果白棋粘这个的话呢，黑棋爬一个先手便宜很愉快，下边目数差很多，白棋呢挡住黑棋，如果什么棋都没有，把这个接看成先手的话，跟粘实在差太多。挡住，但是挡住呢，将来略微有一点怪味儿。比如说黑棋点在这儿的时候，白棋得团在这里扛，那么
里边有一些借用，往里钻，贴，封，刺一下，智能团，冲，断，冲断，掰的这时候。这时候应该是不敢全杀，全杀这个自己问题太大，飞起这一打，这一贴，这一跳要跳死你。这边黑棋各种各样的先手，这个白的应该是总不行吧，总是不行。那么如果你逃这个，这一路打过来，把白的彻底，虽然是争不掉啊，但是这边白棋肯定彻底的，可以说花了啊，被黑棋冲烂。所以呢，白的是拐头，黑的还往里搬。打回去，好，黑棋吃回去了，等于是把白棋这块空限制住，限制了不少。这时候白的断吃当然也非常大，断吃是很大的一手棋，不过呢左边也很大，左边要是被黑棋先走，应该是可以走到这儿来，黑的也能围不少。白棋现在是拆二，断，然后再虎，断一下再虎，这手法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他预见到虎，我虎你总是要打了长的啊。虎的时候呢，白棋总是要打了长的，这要是不断，将来如果被白棋这样粘上，那么就如果被白棋先手粘的话，就等于什么棋都没有，什么棋都没有。这断一下，在白棋的空里面留下一点小手段，将来有这个有这样打。白的不能立的话，黑的也长，冲断打，这又打进去了。你不能立，只能提的话呢，下边黑棋留下度过的关子。好，靠，黑棋仗着这两边都厚，所以呢欺负一下白棋，白的是长起来。那么藏起来的话，黑棋这里是可以动出的啊。白的不能搬这个，搬这个黑棋一顶也过，而且呢扭断白棋不好办。大吃打下来，大吃这个的话翻打出来，长贴，然后小尖，要求度过，白棋不让。白的下的也够强的，在黑棋这么厚的地方，白棋强硬的藏在这儿，然后挡下去，打一下，白棋提，弯出，飞。白棋立一下呢，脚上目数要好不少，但是呢不愿意被黑棋搬在这儿，被黑棋搬在这儿，黑棋就彻底安全了，下边有度，上边要逃，
我把棋飞，黑棋愉快的先手一虎，啊，再一靠，这个靠呢是靠不失时机的一靠是很有必要。如果你单拐的话，被白棋给断了。现在再靠，白的搬这个，黑的被吃死了。那么先靠一下再拐，本身就是一种行棋的步调，防了这个断，断被黑棋挖死挖吃，所以次序井然，打，好。下到这呢，粗粗一看觉得不知道白棋在干嘛，走了一串单关把黑棋分断，然后被黑棋顺利连回了。但是呢，白棋这么下不是没有原因的，他后面还是有顽强的手段。这个黑棋连的不是那么清楚，这地方我们看到白棋这个虎先手，所以白棋这边暂时来讲是没有问题的，都是连上的。这一虎他要断开黑棋，如果你粘了就没意思了，被黑棋一虎，这加不断的，加被冲，先手踢冲过来了，但是他顽强一虎挡。黑的这时候如果提，白棋冲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黑的有点麻烦，从这条路是连不上，被一断打再一拐，从这冲呢，好，白棋逃出去，这个打出是先手，脚是安全的，那黑棋就完了。所以这一虎挡很厉害，这一扳断，白棋这一扳断，这个招法犀利。我们看黑棋现在怎么办呢？挡这个不行，提这个不行，长当然也不行，长被一冲，你冲他刚好一打吃在街上，断打这个是无所谓的，他长吃掉这个的话呢，三子白棋就可以不要，这边得的太多，三子弃掉也是白棋应该也是吃了这么多可以满意了。好，提挡长都不行，那么我们看黑棋的下法，黑棋轻轻的一跳，跳在这儿，跳在这儿，这个跳在这儿，白棋这要断黑棋呢，就不像刚才那么容易了。白的如果挖，黑的提，你不能挡，挡被双打吃。现在挡这个的话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黑的打这个吧，打这个白棋这时候呢可以冲吃过来，黑棋这地方还是依然还是很复杂啊，黑棋虎这个有先手的意味，有先手意味，如果都能走到黑棋就连上了。白棋如果挖打完再冲，这怎么走，这是一个问题，黑棋也许提这个，白棋如果拐的话呢，黑棋从这边打接上，再长过去，这样白棋唬不到这个黑的，只要能把这块跑出去呢还是成功的，这一拐吧，只要能把这块跑出去还是成功的。单跳，这个是黑棋最顽强的抵抗，
白棋实战是断打，断打，黑的提，白棋再挖打，形成这样的，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如果打到打的黑棋粘上，那黑棋显这打到一下黑棋显然是不行的啊。白棋再一冲，冲完了之后，这个打吃，这打吃都是先手，那么黑的显然不行。如果你断打这个的话，白棋就简单一粘。走这个的时候，白棋这一断打，白棋冲吃这个也可以，冲吃这个，你提，白棋再粘上，提的时候白棋再封住那边。所以这时候黑棋不能粘了，不能粘了。那么这白棋要打到一下，如果直接挖完走这个，那么黑的应该是打这个。白棋从这里如果冲过来，黑棋提下边，再粘的时候黑的就不应，这提黑棋也可以活。黑棋先动手，在上边先动手的话呢，这白棋应该也是有麻烦。提的话黑棋团住可以活，好，实战呢白棋是要求打到一下，那么黑的当然不能粘，尝这个，这样就形成一个打劫活，打劫杀黑棋这一块。接在上面紧黑棋一口气，度过，反正你粘它也是可以度过。这棋呢不能这么打，这么打被黑棋这样打吃，然后再先手粘把角吃了的话，那边就不要一路打吃，打粘到这呢是为了打到这一下，打到这一下的好处呢是，这一冲要踢黑棋三子，黑的这时候如果提的话，白棋应该是要加这个，继续劫争。黑的可以暂时不提。因为白的也来不及提这个，提这个被黑棋粘，被黑棋把角吃了的话，白的也不行。单提，白的呢扑，找个劫材提掉，然后呢没有提劫，而是跳进去。阿尔法围棋就是有的时候在打劫的时候，这个次序有点让人很迷惑。找了一个劫材之后，不是提这个，而是往那儿又可以说是又去找个劫材，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。而且呢有个问题，这步跳是不是先手，是不是劫材，这个我们继续看实战。黑棋实战没有跟着应他了，而是把这个提了，这当然很大，把这个给提掉之后，白的现在没法再提，提的话呢黑的加也好或者跳这个也好，白棋里面不行，里边不行，白棋加要求活角，黑棋粘上，白的爬，
黑的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部死活是怎么回事。白棋要想杀黑棋的点，挡爬，黑的呢可以先手解决这边的问题，白棋点进去，那么黑棋冲扑，如果提的话呢，黑的再一扑，这地方有个打劫，有一个打劫，但是呢白的全盘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劫材，所以黑棋可以脱线。扑完扑白棋接，黑棋一路打，这样是一个打劫活。好，爬了一下之后，白棋做活，顶上做活，黑的断打很舒服。扑一下，这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。扑的话，黑棋扑的话是一个后手，黑棋等于这个提和这个提两个必得其一，这扑在这儿挺奇怪的一手棋。提这个黑棋提那边，接这个的话给黑棋留了个提回来的，留下一个提回来的余地。黑棋等于都通了，好，之后呢再把这块棋补活，黑棋这边顺利通连之后再把这块棋补活，看上去黑棋是在这个白棋这一扳断黑棋这一战当中呢，黑的应该算是过关了，都连上了，活了。白棋小尖，把白的提回去，再接上把这块补活了啊，否则被白棋一挤呢，黑子还没活。白棋接上，好，白的接上呢，双方就这战斗算是结束了，下面进入官子阶段。这盘棋呢手数很多，下了手数很多又很复杂，变化又很复杂，这个双方一共占了321手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是不能给大家把这盘棋摆到最后了。因为有很多这个复杂的变化需要交代一下。现在呢后边的这盘棋主要精彩呢是在续盘的战斗和中盘的战斗啊。这么现在进入官子阶段，方式进入官子争夺，一起把这个挡住，这是一个大官子，白棋挡这个，双方各自收官。那么最终这盘棋黑棋取得了胜利啊。黑的在左上角的战斗和这个左下角的战斗当中都是计算精准，度过了难关。好，那么这盘对局就为您介绍到这儿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